我的队长啊，快快快！
还在他的后山上追我，如你救我的吗？你不记得了？啊，那你呢？我惹的祸，我挡着，快走，快走，我快走，进来，快走。大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也就没能当成烈士。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鬼子的手雷拔了环儿，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自从侬阿里克我先得过来打了，命个我先得开路，看来你是在等。只要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就不烧死你！小子，你告诉他，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哪儿藏着？嗯。摸门儿！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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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头！
太君，把他交给我，不行，治不住他。娇子，你不是咳嗽了吗？不是伤风了吗？老子给你好好考考啊，罚哎！老子不在乎，老子是太上老君大陆里边的孙大圣。お前も他国軍に入るなんて、なんでこうでだ。はい。那是太君的宝贝，嘿，那是观世音菩萨，是我们中国的宝贝，你们都是贼，全都是贼。太君，一会儿他就不再四处自应了。另外，去我国，那个宝贝还没有出存。那么大、那么沉的东西是魔法过河的，要运进山，必须走那座老石桥，而那桥一直又被咱是守着。我看，不如把桥给炸，断了八路的后路，然后咱就可以慢慢走了。地道，昨天刚挖到这儿。咋样？舒服吧？哎呀，舒服啊，好舒服！少，再少。
Yeah!
山来哦。太君。对准这儿，然后再对准鬼子，抽这要你妈下沉把我烧的我你八嘎好嘞大勇好嘞我在那边火腿的大家该可比你我们两个黑洞再一过了这次太君，Thank you.
都有八路了，不过你过来我告诉你，我知道哪里有西瓜。西瓜在哪里？
私の父さんの父さん、すなわち私のじいさん、昔日本軍について中国を侵略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の時に悪いことをたくさんしました。この間彼が亡くなる瀬戸際に、私の代わりに中国に行きなさい、亡くなられた方々の霊魂に謝罪をし、全ての中国人に謝罪しなさいと強く言われました。讲给了我，现在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你们大家，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过去的故事》，讲一讲过去的故事，有时候也是很开心的，对吗？对了，还有那个时代的歌曲。老少爷们，姑娘媳妇儿。头来了群小鬼子儿啊，大墙上挑着面小旗子儿，鼻子下留着朵小胡子儿，抢咱的东西还杀咱的人儿，行吗？啊呸！老少爷们儿，姑娘媳妇儿啊，抄起那家伙站起了队儿，跟上咱八路就戳了村儿，一来甭说他还见村儿，四道下为那鬼子的魂儿，谁敢欺负咱ですね。老少爷们儿，姑娘媳妇儿，村头来了群小鬼子儿，大枪上挑着面小旗子儿，鼻子下留着朵小胡子儿，抢咱的东西还杀咱的人儿，行吗？啊呸！
老爷们儿，他姑娘媳妇儿，吵起了架伙，咱。